孩子更加了解中国的一个过年的文化，有鱼灯，还有就是变脸，川剧变脸的这一些表演的节目，那么寓教于乐吧，更真切的一个感受这个快要到来的过年的一个年味。可以购买一点更加增加趣味性或者自己喜好的一些东西，所以像这里可以更多选择。